王世坚深藏不露，轻松解题还能闹出典故。北部被称为什么港？临港四面楚歌，项羽太阳是什么星？恒星。五十一除以九，余数六。高美湿地，台中。哦，你全对耶，厉害哦。这个对联应该悬挂在岳飞。为什么是岳飞？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靖康耻就是这二弟蒙尘，就是飞卿二弟被金人掳走的。对，百万奖金周周送。快下载一期 App 抢奖金，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期 Q。